刚才这个唱，对，学唱，说明这个相声演员呢不简单啊，四门基本功啊，这个郭世忠啊，姓郭的说相声很多，是啊，咱们天津啊，郭荣培，对，哎，老艺术家，再有以前我那老伙伴，谁呀？在北京啊，郭德宝，哦，也70多岁了，哎，你刚才他唱的多好啊，啊，敢说。小毛吃小油，怎么讲呢？有头有尾，嘿，这个俏皮话唱出来是胡萝卜就烧酒，怎么讲？嘎嘣脆哦，这个相声里的屈才了，是啊，嗯，也到京剧，天津京剧院啊，要说的二路角就是捧他，是啊，在后台又抱个痰桶啊，有点力气。所以说这个相声，一个演员说不学逗唱都得有。那今天呢，咱学一回，学什么？传统的啊，啊，您轻易看不见的，是吗？双簧，这双簧是什么意思？双学艺人哦，俩人呢变成一个人，一个前脸一个后脸，对，前面讲究。发头卖相，到后边呢，说学逗唱，嘿，有意思吗？哎，咱这小一回来一回啊，哎，休息休息。那您来个，我在前面，您来前脸，你在后边，后边听我的，看你的唱，来呀，从你的说，哦，头一看我的表演，这还捯饬捯饬，你当然了，哦，那您捯饬，都捯饬不好看，哦，人配衣，马配鞍，没错，你头观众，哎，你说不捯饬这模样，你看病。哎，就捯饬出来，你得看怎么着，弄得怎么样？啊，就是说，听这掌声我们就清楚啊。我们在后边也议论，嗯，今天所到的观众都是爱好相声的，对，都是群众。哎，对于相声，敢说都有研究，那是啊。啊，这有听我们这相声老听啊，四五十年的课。也今天的这个老观众胡红武艺先生，老胡左先生，胡左先生来参加了啊，欢迎接受我们这个感谢啊，感谢他对我们这个相声来说是特别爱好，对，我们到哪儿演去他都帮忙，哎，都当辛苦。咱这回呢，卖卖力气，哎，您这是这是小辫儿，他带个小辫儿，小辫儿，今年我快80了，哦，但是这个造型没有很多年，都十几岁，哎，真的早着早，哎，您戴上，得叫叫小辫哦，有小辫儿，好听，要大，大哥就是那个听着别扭，是啊，哎，别大，咱也不叫，嗯，好，您这没缘分。您是剃平头啊，还是剃分头？有一个头发啊，吹头来了，我们掖在里边儿啊，咱还有点粉啊，打点粉，嘿，您看看化妆的，这粉呢，清洗完还不拿出来，这粉呢，这粉呢，离着台镜子观众都能看出来，这这儿一看。清香啊，这谁给您的？这个宫里的宫院的，哎呦，不是你了。您要不于果林要不演双簧啊，您闻不到这个香味儿。对，嗯，这个介绍看见，这是在我小的时候，嗯，这里我八岁，那个八岁一起一辈子就是杂技。那就废了，您这是这不是奶油，这是单独是天然的，哦，这腥香味儿，就这盒粉就今儿就赔了，就是。这观众来的很多，但是这钱这挺值钱的，大了，哦，起码说呀，在那阵儿，哦啊，到岁70年了，哦，我你9岁嘛，呵，70年，呵，这是粉值什么价？那阵买，嗯。这大数1000块钱，一毛两盒，那就值钱，分钱值钱。来，来，是，没事。再换皮儿吧。
哎呦，不，您这是花眼儿，真看不起花眼儿您了。都成白眼姑娘的孩子，哎，好你了，这没有得罪了，得罪白眼儿的姑娘，得罪哎，干嘛不给钱买买糖糕？买一个带馅儿的，一个不带馅儿的，那带馅儿的给人那个红眼儿了，哦，这没带馅儿的给白眼儿了。真像，不难就反了。嚯、哦，看见了吗？嗯，看见了吗？嗯，就是这个你了啊，就是这个啊，有生气根儿啊，真不是肉啊，不都不妈妈是叫来肉吗？好家伙的，你看见了，这样我就不来了，啊，这就不来了。买糖就是为嘛给他馅儿，为嘛我们就没馅儿？可以不错，嗯，带馅儿的五个红果，不带馅儿七个红果。干脆呀、啊嗯，下回我们就不来了，不来了，哎，都得了，嗯，这白眼不能走。您闭眼吧，您这是42倍啊！下白眼，这算绝对是魔术鬼啊，坏事。不对，是我大
爷带来的。哦，是我爸爸在往后走，你也在偷里。怎么样？这也能打？行行行行，你呀，嗯，送你俩字儿，哪俩字儿？玩心。刚才啊，有好没有？这好的没好的不演了，为了调节一下气。有好，为了整场的气氛，当然了，就观众高兴，我才进来了嘛。群艺观众特别多，对对对，为了满足大家的希望，嗯，咱唱一段大鼓怎么样？好，像不唱一般的大鼓，万两万两，京韵的梅腔失传的什么？烙听大鼓，烙听。你看我们团吧，曲艺团现在就剩一位了，王建雷，就他唱。嗯，他不受失传了。对，大家喜欢听这个烙听大鼓，谁唱的最好？王佩辰啊，哎，王佩辰老先生。佩辰啊，那个艺术家，就是啊，非内退。还有叫醋溜大鼓，为什么叫醋溜大鼓？萝卜筋儿，哎，你让观众听了有那松露筋那个味儿。您前面的内气。那个媚体自然说的，后面一上来，那松劲儿的，那谁的啦？那老丁大鼓真好，这怎么这么酸呢？怎么这么媚呢？来，你来个媚体，我看。这回咱来一段传统的，来一个。哪段呢？妓女告状，呵，怎么样？啊，入盘了，嘿嘿。太好了，哎，太好了，来说这个，你得媚气，就看你媚气，你不能在我后边唱，当然了，我说唱挺酸的，咱俩都媚，俩人变一个人，哎，您必须得一个后边媚气的话，头里行，你我得听人唱，你唱的酸不尖的吗？哎，酸不尖的，哎，对，来啊，你看你媚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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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
子这个没有了，这没有了，这些都是玩儿的。嘿嘿，那再来，嗯，好，话都不讲那，哎，我好操了，大不错，玩儿啥玩儿？奴家身体软弱，时常大病缠身，西药喝了不少，丸药吃了八斤，请来大夫把握针，说奴家我身怀有孕，不对，我想错事了，我以为有孩子，哎呦，我肚子疼，我说养就养，我养孩子，我得难受啊，我养孩子，我难受啊。